这一路到这个天安门东路。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爱晒和爱肚子大姚，现在我在天安门，好多年没来了，一来还是挺激动的。这都是排去故宫的，我的天哪。这都是自己吹是吗？也是自己吹。挺好，有点肥的，肺活量太大了。也挺能吹，挺能吹。麦芽糖，麦芽糖啊，谢谢小伙伴，35块钱，也不知道吹了个什么，好甜啊。火烧卤煮，你好，你好，那个有豆汁吗？有，想尝一尝。好，豆汁加香醋一套，来一套是吧？来一套，精品的是52，对，碗是大一点吗？量是一样的，就是尝的区别。哦，喝的饮料要吗？要，这个北冰洋这个是不是？一定要喝它才正宗，对不对？对，来几个？来5个吧。一共371。好嘞，谢谢。你好师傅，卤煮在这儿求是吧？对，哪个片？哎，就是肺和肠。肺子肠，对，我吃着点。哦，嘎嘎正宗啊。25号，哎，酱面，哎，炒肝，羊肉串的话，啊，等会儿给您烤着呢，还没好。好嘞，好了，谢谢。这大串儿挺猛的，嗯，12块钱一串。我说怎么北京小伙伴说，哎呦，你们那地方物价咋那么低呢？要这么比的话，好像是哦，味道杠杠。主要你的工资也是我的3倍以上。3个串真棒。传说中的豆汁儿吗？是绿豆的，所以瞅着那样好像有点发深是吧？灰吧唧的，据说是这么吃的吗？把它抬起来，哎，往里一灌。好像什么东西馊了，就是饭菜馊了的味道。哎呀，太爽，一点甜味没有啊。哦，天哪，这味道，天哪，太难喂了。咸酸馊，还有点略微的臭。老北京炸酱面里边好全啊，黄瓜、芹菜、豆子、豆芽子、萝卜。炸酱里边这个肉粒还挺老大的呢。好吃，这炸酱面里边那个肉粒都大口大口的，嗯，这些价格都可以。卤煮像里边那用料，比如说肥肠啥，就那价。他们家9点钟开门，现在是刚开没多长时间，到中午我估计
还不得进不来人啊。他们家是百年老店，这跟前挺多的。完，小伙伴要是往这边来的话，他们都连成排。完了，看看牌子吧。这个酱的感觉是甜面酱加上黄豆酱一起蘸的那种味道。没戴手套，小伙伴，忘带了。我今天不用手装，单带啊。卤煮有点烫，先把它解决了。我就够不挑食的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救命啊！眼泪都给我整出来了。这玩意儿倒挺好吃啊，小春，素不拉几的。他这碗不大，就这么大，他要整这么大一碗啊，废了。嗯，看，中间真是羊肉哎，我操，真贵。羊腿肉，下个五天我自己就能收五，一会儿我再点。真冒新鲜的味道，它的羊肉味很浓啊。嗯，43号羊肉串，3号红烧曲一半，43号。下半人家来北京，都是油香逛水的。我来的话就是照吃的。卤煮，里边有这个肥肠，还有这肺子，然后还有五花肉。嗯。喜欢吃肥肠这口的一定喜欢吃卤煮。这里还有豆腐，豆泡的油炸的卤煮。左上就是红面饼。我刚才问我有没有米饭，没有，我有米饭。上天安门、故宫这些都得提前预约，而且还是提前一天。如果小伙伴冒蒙的要是来了往里进，进不去。如果是想进的话，小伙伴要是来的话提前要预约啊。奶豆腐上面这是一层蜜，特别像双皮奶，它是冰冰凉凉的，有点像甜品那种类型的。来个大勺，掏耳勺不好使。杏仁味的，大个核桃味的，20块钱一碗，还行吧。凉快的，吃挺得劲儿。终于吃上北京的这个正宗的炒肝，里边有肥肠，然后有肝，然后一堆像蒜末一样的，然后就没啥玩意儿了。您说炒肝应该里边啪把包子泡进去，没有包子，没有。香，一股香油味儿。哎喂喂喂，这股蒜香啊，这也欠，因为少于半斤能勾出来吗？特别香，
哎呦，这味儿！豆汁儿总归要尝一次，我尝着了。今天就吃到这儿吧，感谢您的关注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